今天要去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叔叔的爸爸妈妈，我爸爸说这也是我的爷爷奶奶。这窝窝是什么馅儿的？这可以啊，这可以。这个长高了，奶奶好，给咕咚咚戴上，叔叔喜欢吗？颜色行吗？还行，爸给送你。老七还挺有心，岁月深刻，留下我们的记忆。张楠虽然走了，但是还有我们，您的儿子王鹏博、李杰、李海鹏、任方金。他认为就是当兵嘛，就是上战场，越是危险，就是越应该。虽然张楠走了，我们还有七个儿子。张楠走时候，他的几个小弟弟都过来看他。这七个孩子吧，几乎是每年每人最少来一次。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，小宝贝，谢谢。别那么快啊！你别说，李杰小手还挺巧的，啊。啊！来来来，进来进来，你混混！哎，大妈，咱们一块儿拍个全家福啊！好啊，好啊，咱们一块儿往看前面哈！好，还有我说一二三，一块儿吃，一二三，茄子哈！好，好吧，来一二三，茄子！我感觉赵楠一直都在，没有人离我这么远。